大甲溪龙安段疏浚成果说明。说明内容：工程内容概要、施工顺序、洗车台施工、便道施工、分区疏浚、疏浚作业情形、结语。工程概要：工程主办机关经济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。工程名称：大甲溪龙安段疏浚工程监工土石采收分离作业计划，支出一疏浚工程。设计单位：经济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。承包厂商：昌宏营造有限公司。契约金额：新台币2277万元整。契约编号：98水三管契字第28号。开工日期：1998年6月26日。竣工日期：1999年3月2日。工程地点：东势镇龙安段和平乡古关段。工程内容：一、龙安段古关段疏浚工程；二、河道整理3600公尺；三、洗车台设备3套；四、装件埋设备；五、杂项工程。施工顺序：一、洗车台及洗车设备施工；二、便道入底及 AC 施工；三、运输便道洒水维护；四、疏浚工程施工；五、出货地磅重量调整。东势大桥1-1，洗车台钢筋进场。东势大桥1-2，洗车台 PC 打底。东势大桥1-3到1-6，洗车台钢筋取样试验。东势大桥1-7，空车由公路进入洗车台。东势大桥1-8，重车经洗车台洗清后上公路。13K 洗车台1-1，洗车台施工中。13K 洗车台1-2，洗车台完成。13K 洗车台1-3，洗车台洗车作业中。13K 洗车台1-5，洗车台洗车及洒水。13K 洗车台1-6，地磅附近工区洒水。28K 便道施工3-1，砂石便道入底施工。28K 入底3-1到3-3，碎石集配入底施工。28K AC 3-5到3-6 AC 铺设施工。28K AC 3-7 AC 取样送验。28K 3-8到3-9 AC 铺设施工。26K 上 AC 完成及26K 下 AC 完成。AC 铺设完成图片。13K 疏浚2-1到2-6，龙安段疏浚施工中。
13K 疏浚二至七龙安段疏浚完成。33K 上六至一到六至二堵明桥上游疏浚施工中。33K 上六至三堵明桥上游疏浚完成。35K 上五至一古关桥上游疏浚施工前。35K 上五至二古关桥上游疏浚施工中。35K 上五至三古关桥上游疏浚施工完成。35K 下四至一古关桥下游疏浚施工前。35K 下四至二古关桥下游疏浚施工中。35K 下四至三古关桥下游疏浚施工完成。疏浚重量调整其之一，砂石车地磅出货时重量调整。35K 油漆八之一到八之三，配合各次疏浚成效以颜色标示。大甲溪龙安段疏浚工程监工土石采收分离作业河道疏浚及供应砂石，较预定计划提早两个多月完成，除增加国库净收入外，同时节省缩短施工期间各项行政支出，并提拨收入净额约30%的经费回馈地方等等，其疏浚成效有目共睹。